是彤彤，今天要带观众朋友前进彰化玩透透。来到彰化可不是只有鹿港王宫渔港八卦山可以逛而已，其实彰化还有非常多好玩好拍的必访景点。我们来看到彰化有王美景点，就是建筑外观全白的自然生态教育中心，这里面的设施有动态互动还有静态体验。而旁边现今的温仔渔港，这里有海口人独到的海鲜文化，他们在地的美食，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发掘彰化西滨之美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彰化深港自然生态教育中心庆安水道，帆船啊、立桨啊、水上脚踏车啊，它这一条非常的安全，所以在这边呢，很适合呢在做水上的运动。现在老师就要考考我，这一些鲸豚种类到底是谁？好，我们先来猜这一只，它看起来有点像炸弹，鲸鱼。当然是鲸鱼啊。它是海豚呢，当然是要糊弄你一下。所以它是陆脊属海豚，没有背鳍，而且水上呢比较不明显。在妈祖内岛呢，比较多的目击者在那边出没。彰化哪一只鲸豚会比较常出现？老师的视线一直往这边看，是吗？老师，瓜头鲸。这个没有，它的头很像木瓜而得名哦。粉红色海豚。对啊，我手滑白的。彰化这边看得到哦。可以看得到。哇，为什么叫做妈祖鱼？因为在农历三月妈祖诞辰的前后，他们都会来出没。目前呢，不到100只，即将绝种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这些爱护。知道海豚，海豚，但是你很少会知道说它是什么名称的海豚。所以来到我们的自然生态教育中心呢，也可以了解到很多的鲸豚的生态。海边的沿岸还有很多的鸟类。现在要换我考考老师，老师加油哦。OK。是鹬科类，很厉害耶！这应该是鹭鸶，差一点点，是鹭鸶的隔壁，它是黑仔鸥。鹬科对，因为它很尖锐，我们在西滨这边鹬科是最多的。东方环境很多之外，目前呢富裕最多的就是高桥鹅，会炸死。炸死大便吗？还是不是？炸死的话，憋气呀。哦，炸死！天敌走开之后，它就爬起来，再继续。聪明，大自然的力量。大自然，彰化沿海生态丰富，家长带着小朋友体验在沙坑挖蛤蜊的乐趣，最后过筛挑选，把比较小的留下来，创造生生不息的循环。馆内还有手作 DIY， 先科挖完壳可以再利用，化身成香氛蜡烛，居家艺术品。把它固定在我们的牡蛎壳，是海边捡的。对，它是就是真的是贝壳。我们的果冻蜡里面，我们去洗，添加一些喜欢的香氛，搅拌均匀之后，老师就可以慢慢倒进去。为什么它上面有泡泡？你就是搅拌的太快了啊！做起来就知道一个人的个性啊，细腻度如何？什么意思？既然来到彰化，老师带我们到小而俱全的温仔渔港，品尝限定版海口人最爱吃的当地海味。在地人会吃的三角鱼，大哥啊，清蒸或者煎都蛮好吃的。鲨鱼，这还不同种类的鲨鱼，这不同种，双髻鲨、大白鲨啊，白鲨的一种。咸鱼呢，也是淡囊，超级大爆。这个很好吃啊。这红鱼要怎么吃啊？哇，这红鱼呢，一般来讲的话，你用那一种三杯的也很好吃，三杯红鱼也蛮棒的。因为台北就是在菜市场或鱼市场，你比较少看到红鱼或者是鲨鱼，但老师这边都吃这些吗？这边如果说当季的话，有什么鱼货量就吃，这是珍珠烘，那个皮摸起来硬硬的。这就是它的原料，快点买一只回家，你又可以做皮包皮带，又可以吃。对，这种东西就是在沿岸的村落，或者是在地美食。真的迫不及待想要吃吃看烘鱼是什么味道。老师特别提醒，买回家料理大火快炒加九层塔，炒三杯最好吃。既然一旦大家可以说是从小吃到大，最主要它的没有什么刺，鱼煮起来呢是有粘性。所以胶原蛋白很丰富。第一次吃烘鱼，好紧张哦！好紧张哦！通常烘鱼都是在水族馆里面看到的。看到的哈、
没什么味道，它吃起来就像鱼肉，而且是没有骨头的鱼肉。吃红鱼初体验，鱼肉扎实好惊艳，再配个满满配料的海鲜羹，这趟深港现西海滨之旅学习到了新知，味蕾也满载而归。两岸看到彰化庆安水道地理优势，水面平静，适合水上运动。今年举办第二届水乐园的活动，首度新增水上自行车，还有龙舟版的 SUP 项目。暑假期间在周末开放，持续到8月13号。运主要带我们去体验这两大新的水上设施。出发啦！水乐园出发，救生衣穿好了，准备要来下水。怎么样才不会落水？只要平衡感好就不会落水。保护着我肩膀，你小心踩上去。不怕不怕，不要怕，我身子。GoPro 真的不会掉下去吗？这个不好说。老师在那边耶。好 ，OK OK OK。OK 走。好可怕哟。很安全。哎，还可以倒退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就是原地的，对。怎么样？有在动吗？啊，有哎，赞赞。你看我们辛苦的摄影，现在还要自己骑着脚踏车。我觉得老师好像骑得很惬意耶，老师刚还在跟我说他不想下水，这个很赞，脚踏车一样。对，不过都是海上脚踏车。啊，好凉！怎么样？现在是水上碰碰船，老师不要撞我。这个浪它会自己带你去一个方向，哎，你看，我说右转，它不听我的话。哦，骑一骑变横的啊。我先不要，我走保守派的啦，老师甩尾给你帅就好了，我不用啦。厉害厉害厉害，还有水花给过。我到底要去哪里？只有我在这个水道上面蛇行。如果海上有这个交通的话，我应该会一直被开罚单吧？好荒谬！你看，大家都正着骑，但是我正着骑好像回不去，所以我现在倒着骑。看，近在眼前，现在是正中午12点，我们在海上骑脚踏车。来，上岸了。现在呢，要上龙舟板，全船的人都要受我掌控了，可不可以很紧张？不会，两位比较轻，对不对？好轻的啊，在前面。对对对，我先上喽。走上来之后坐下来就可以了，很稳的，走路蛮稳。很好，很好。来，下一位，对。教练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们现在呢，等我们的板头向右移动之后，听教练指示。主播在休息，现在唯一在滑的只有老师，全州就靠老师一个人了。是我们这次彰化水乐园的视觉安妮，超级可爱的。没有，我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凉啊！我好喜欢龙舟板哦，因为你不用滑，对不对？教练滑就好了。好，真的要认真滑了。这样对吗？那你是丢哎吗？啊，海上都没有人了，最热血的在哪里？第一天是主播奥斗斗，摄影师 OK 吗？哎，我已经碰到晕船了吗？好晕！我跟你讲，稍微离开水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像我们会有水阻，你们就滑不了。每个都很好玩。大热天郑州舞来是不是更有趣？没有错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教练，干嘛？我走大招，我走大招的。你可以往后看。往后看他的裤子。怎么会这样 ？Oh my god！我等一下会不会直接被丢下去啊？我们在海上卡太久了，所以现在教练来救我。你觉得我们刚刚表现怎么样？对，滑得多用力，后面教练裤子都湿了。真的对不起教练，还能很认真。真的，我好认真，我获得了教练的认证。
彰化县政府今年第二届在庆安水道举办水乐园的活动，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下水体验今年首度推出的水上自行车，还有龙舟板 SUP， 而且好玩的水上设施通通是暑假周末限定，直到8月13号。想体验彰滨海岸生态之美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而彰化溪州有个拖拖拉拉牛耕队，队长高一新青年返乡传承田耕文化，从台湾各地买来3只黄牛、2只水牛，带他们进校园开体验课程，现在更发明了牛粪香鸡，就让运竹带我们体验一日农耕生活。欢迎来到便便的世界，我是便便富翁，只有这边才有这么多牛粪。拉拉来，拉拉拉拉 Go， 拉拉。不能吸我们家拉拉的血，吸血苍蝇。拉拉没有怕，是你在怕。对，是我在怕，因为拉拉真的好大，拉拉你好大。所以我们都要趁着我们的老大去吃饭之后，要来清他们的地方。哇，拉拉怎么拉这么多？我们要做熏香的，我都右手。怎么看得出来可以做熏香？他就只吃草。对，他只吃健康宝宝。奇怪哦，这感觉超奇怪。你有摸过赛吗？你摸过就好了。我现在是要来帮老板清牛舍，我是真的要把赛拿起。孤赛，老板想笑又不敢笑，有水分，然后就我会讲哎。你那天去洗手。这也是一种可以感觉到，西藏他们也把它当作肥皂在用。你这样搓一搓，你会觉得它滑滑。搓搓看，主播的手会比较嫩，摸过牛粪的手就比较嫩。很快，他就马上见效。主播真的有敬业，很敬业的。我这是一条龙的味啊。有健身道，有健身房的效果。拿去旁边做堆肥，没味道啦。我们要拿去做熏香了。大自然教室，好奇怪的感觉哦。快一点，你就不会想到了。太刺激了，这个味道。来哦，中秋节的月饼在这里，请订购。没有，它没什么味道。对啊，它就是它要烧啦，要用火烧。我来闻闻看，牛大便。哎，还好啦，没什么味道。老板现在要带我们用烧那个菇晒来。烤东西吃吗？其实它很适合像控窑这样子烤东西。我们现在跟老板一起去拿干的便便。我们现在在牛粪堆里，哎，这画面好唯美哦。烧窑去，哇，这烟好大，好好吃，好甜。然后我问看有没有菇晒的味道，很香，韩吉的味道啦。辛苦了一整天，就等待这一刻。前面的挖塞都不算什么了。想出用牛粪做出经济价值的熏香伴手礼，牛耕队队长高一新青年返乡，回到彰化溪州，从台湾各地买回3只黄牛、2只水牛，其中的小白是海牛，更是彰化无形文化资产，曾在方院潮间带拉鹅啊工作，现在他们通通退休，跟着队长到学校或开设体验班，推广台湾的田耕文化。我们现在要去拔芦笋。你看，在地上。就大根呢。我们拿着刀子，然后贴，就是把土面上的割下来。我第一次看到芦笋本尊呢，原来它是长在地上，而且长一根。
哇，好粗好长哦！竹笋上面，竹笋的花，对不对？哎呦！走，继续工作。走。小啊。阻挠我们工作的小狗狗。巨无霸，长得很漂亮，很好。从这边割。这个不能拔吗？啊？它还没成熟吗？这个还不够长，这个明天。几米短几寸就对了，明天就可以拔。它要有这样的长度才可以成熟。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，就吃上面、这个。哎，真的哎，我给自己找了一个麻烦。可以啊。吃什么？就从上面吃啊。边拔边吃哎。对啊，因为我要知道它好不好吃啊。有辣有甜辣。下雨它产量会很高，但是它也很容易生病。如果你的土地排水不好的话。这样是急呢。有啊。开玩笑。这个就是现在就是品质最好的时候。我们这样割留这个，代表它还会继续长吗？欸，不会，它不会从那边长起来，它会再从旁边再长起来。抓下面一点，才不会断掉。对。大丰收，现在要把这些芦笋回去跟番薯配饭。不错哎，他很喜欢哦，满意满意。你怎么吃东西有一个爆炸声响，有个咣，自带爆炸声响。吃着自己种植最天然的芦笋，体验过农村时代的一天，与牛为伍，继续守护这片土地曾有的文化。主播出任务，稍后还要带大家到苗栗的竹南蛇窑，看看夺下金氏世界纪录殊荣的柴烧作品。苗栗的竹南蛇窑这个历史园区创建于民国61年，第二代窑主林瑞华常年钻研高温柴烧陶艺，他的柴烧作品夺下了金氏世界纪录的殊荣。运翔主播还要带大家进入蛇窑隧道探险，亲自体验 DIY 的捏陶乐趣。主播出任务，今天带大家来到竹南蛇窑，要来一窥金氏柴烧窑的奥秘。蛇窑啊，其实也是历史建筑哦，我就带大家来一窥究竟，走。哇，你看哦，这个蛇窑其实要弯身才可以进到里面哦。老师，嗨，你已经在里面等我了。对啊。哇，这个地方要一直弯身进来耶。来，老师，我帮你。所以我们一般这个茶碗就是要把它放在这边柴烧吗？放到这里面。哇，原来是这样放着。啊，这样烧好的话，对，就变成这样。烧好就会变这样。自然的釉。哇，这个是没有釉。那我们你看烧好之后就形成自然。我们来比较一下，对对，是完全不同。上面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种亮晶晶的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个就是自然釉。自然釉啊？对，自然釉，尤其是你看前端的那高温的越高温的地方。对。那这边全部都是釉吗？看你下面还对。哇，都是自然的。且为什么这蛇窑会这么长啊？有多长啊？你看那是长条形。对。它的纵深这么深。对。以前。我们烧制的都是生火陶器，是哦，跟它安啊卡哦，钢瓮锅，所以说它要装满要很多的东西的时候，对，所以你看它的纵深是很深的，有没有？哇，真的耶，这多长啊？哦，那以前是25米，25米，25公尺，现在是20公尺，好像在隧道探险一样，哎，对，好深哎。那我们现在长长的蛇窑宛若时光隧道，从早年柴烧生活陶到破高温记录的未来陶，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脉络印记。哦，这眼前这一个就是挑战金氏纪录成功的一个作品。马上来摸一摸，可以摸吗？可以，可以提起来。对，我手会发抖。金氏纪录的碗在我手中哎。最大的不同就是说，我们超过1563度，啊，所产出的质感的变化，你看跟一般的
我们的陶或是瓷最大的不同，因为这是完全截然完全没有上釉，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矿脉。大家请看，满满的一面全部都是茶碗墙，哎，这是我们2019年的时候举办的一个第一届台湾国际茶碗节，台湾国际茶碗节，然后有17个国家的陶艺家是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哇！那今年呢，我们即将举办第二届，有19个国家的陶艺家一起，92位的陶艺家一起来展出。这是法国的陶艺家，这个也好漂亮哦。对，他把古代的那个希腊跟罗马的一些古早的一种烧陶的技术呢，把它烧到他的作品上来，很像那个我们用慢速度去拍那个星空所留下来的光影。我们想要推广的就这样的一个原创精神。可是他们来到台湾呢，却是能够体会到台湾的好茶，是，然后还有台湾的很好的人文风情，用台湾的方式，然后带着茶碗呢去世界旅行，然后到世界去交朋友，然后让全世界用茶碗看见台湾。哇，好香的茶哦！姚主，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泡出一碗好的茶汤？可不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？泡这个茶碗的过程就是温至至丰，温碗先温碗啊，跟大家分享这个茶碗跟茶汤，这个色跟茶碗的质的一个过程。这是台湾最高温的茶碗泡出来的茶汤，特别甘甜。自己的茶碗自己做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体验一下怎么做一个茶碗。老师，对，我们现在一团土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是从中间压下去。对对对，你做的很好。有做的很好吗？老师，你仔细看一下。有，做的很好。对呀。各位观众，我要捏一个。黄饭茶碗怎么样？你不要，我技不如你。技不如你没有办法。老师真的有点结巴。刘先生，我的花朵茶碗好了。可以现在最流行的那个。我还没有。花瓣舞，那你可以等我吗？跳一下，老师快一点好不好？好了，我认真。都已经捏好了，你还在？我认真。茶碗塑形后，真正的考验在后头。我刚刚已经做好这个花瓣碗的创作作品了，所以呢，我现在也要练习自己来拆烧一下。老师，我们是不是要把我的花瓣碗送进这个金氏拆烧窑里面呢？因为你这个作品太好了，我们这个旁边这一组就可以了。旁边的是不是？好啦，我出接班的，我来这边练习拆烧啦。这个好。矿源池里有多个窑炉，虽然比起蛇窑的窑体小，但是控温方便，透过不同的火炉让陶艺作品质感变化更加丰富。这是烧好的柴烧作品，你那个是茶碗。茶碗好漂亮的光泽耶。是茶罐，茶罐放茶叶的，没错。哇，今天呢来到竹南蛇窑，那么体验这茶碗的魅力，真是收获满满啊！主播出任务成功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为观众朋友介绍了彰化的水上景点，刚才还有竹南蛇窑，希望您会喜欢。更多精彩内容，主播澳洲中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